时间是我安排的哦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啊，你跟我学，我跟你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三、四，然后开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五、六，合上跳过来。你确定你在跳绳吗？那您现在就但是这么跳。跳二十个吧。为了拉拢三个朋友去跳广场舞，容易吗？好，二十。那咱们就跟你去跳舞吗？那他阿姨说你要有自己的服装啊，有吗？对呀，我刚才就拿对讲机里边喊，我说谁能给我服装？你不知道哪有服装啊？你看看这个时候，你要说一句话，马上服装就来了。你要说，小黑你好白呀。你看看，小黑，你太白了，立刻服装就来了，真的是准备好的。你看一看，什么是真朋友，浩哥？你这个是？我才是真朋友啊！你雪中送衣服啊，你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快穿一下。